伫咧新竹嘅德巴有要到二十万个人，即其中来自东南亚嘅新住民就4万人。德巴市公所特别举办新住民嘅文化活动，邀请新住民团体来参与。现场唔但有料理，也有表演艺术，重新展现新住民故乡嘅滋味。来自印尼嘅新住民唱出好听嘅歌曲，现场佫有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嘅点心会使食。主办单位特别准备多元文化嘅关卡，透过佚佗嘅方式，和参加嘅民众更加认识因嘅故乡。就很有趣啊，对，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新住民的文化还有食物。很开心就是在台湾可以认识很多同乡。对，我还蛮喜欢的，这样子让我们新住民可以出来，然后推广给我们台湾在地的人，能够多了解我们新住民的这个东南亚的一些文化。新竹县德巴市这几年来，新住民的人口快速增加，透过举办活动，让民众更加了解异国文化，包括新住民融入在地生活。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了解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，还有它的美食，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，一起来了解。德巴市连续四年举办新住民活动，希望透过传统表演跟大家分享，包括新住民展现自我。记者杜君和，新竹报道。